好，黃生，咁就麻煩你幫手介紹下啦。好嘅，睇呢邊個板塊啦嚇。OK， 嗱，我呢個介紹大都會咧，就位於中山沙溪嘅。香港澳門過嚟嘅話咧，廿零分鐘上高速咧就可以到達我哋呢個中山嘅沙溪呢個位置。OK， 咁如果行過渡嘅話咧，我哋40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到我哋中山呢邊沙溪啦。項目嘅話，佢係有四大商圈複成嘅。介紹完大都會咧，佢有自己一個商圈叫大都會商圈。大都會商圈係，佢有20,000多平方米嘅一個商業體。嗯，咁咧其次我對面馬路咧有個星寶商圈。星寶商圈咧就係我哋嘅馬路過去就係啦，星寶商圈喺隔離街嘅啫。係啊係啊，富華商圈就係中山市富華汽車總站旁邊，咁咧就1公里左右。呢個係富華商圈嚟嘅。OK， 咁其次有個吉之島商圈咧，就係喺興廣路一落去啊嘛，其實都係2公里咁上下啫。2公里係 OK， 即係由項目呢度出發，一到2公里咧，就已經係俾三大四商圈已經包圍住啦，自己亦都有個商圈。係啦係啦係啦，所以即係嗰個商業價值係相當之高。係啦係啦，因為而家中山呢啲屬於係格格巴地嚟噶嘛。哦，咁第二我係咁，我哋邊陣我哋可以過邊，你話咪三款啦，好嘛 ？OK， 好，唔該曬。咁我哋依家見到咧，係我哋有8棟嘅一個電梯聯網高層嚟嘅。OK， 咁下邊咧係我哋啱先介紹嘅大都會嘅一個商圈，大商圈啊。呢個商圈咧都幾大喎，我覺得佢有啲似珠海嘅富華里，係啲街區式嘅商業。係啊，因為我哋依家係屬於綜合式嘅嘛。咁咧，我哋依一部分咧係有出售嘅。咁而家見到咧係1棟、2棟、7棟、8棟咧係我哋二期產品，但已經賣咗啦，已經賣曬啦。係啦，咁我哋依係下一個月二售咧就喺入夥啦。因為我哋而家高層呢邊咧係有3棟、4棟、5棟、6棟，依家係出售緊嘅，即係依家有5棟啊，呢邊係一個平層嚟嘅，平層咧就40方同埋62方單身公寓同埋咧2房，係、哦，我呢邊係帶裝修出售嘅，帶裝修出售咧，佢嘅均價去到1蚊左右嘅均價，哦，即係其實講緊如果40方嘅積嘅話，都係講緊。40多萬，係啦，可以上到車噶啦，係啊係啊，相當之低水嘅價錢啦。係，咁如果其他棟嘅話咧，所以3棟、4棟、6棟嘅話咧，係我哋嘅複式單位嚟嘅，複式單位佢兩層嘅 ，OK， 係都係大裝修出售。哦，即係個空間更加闊落啲嘅。係，佢有2層啦，即係我哋買1層可以有2層嘅使用。哦，係，我哋呢邊嘅複式單位咧，佢嘅價錢咧係稍微要高少少，佢係15,000左右一方，係而家大裝修嘅，到時咧你可以又買啲家私家具咧就可以入住噶啦，就唔使自己再裝修啦。哦，比較輕鬆。簡單啲，係啊係啊，咁咧、好似啱啱大都會商圈咧，我哋咧係依家喺度租緊商啊嘛嚇，咁我哋而家仲有個游泳池，空中嘅游泳池，空中游泳池係有600多平方米嘅，咁依家好多嘅商業體咧，依家都喺度用緊嘅，租緊出去噶啦，已經租咗出去啦，係啊係啊，咁如果係話買咗嗰度啲業主已經可以即刻收租噶咯喎，係啊係啊，即係將佢出租噶啦，而且咧佢我哋依家呢邊外間嗰度咧係要30,000多一方嘅，30,000多一方，咁入邊嘅話咧就係去到25,000嘅均價，哦，即係朝外街嘅話就會貴啲，30,000蚊，咁內街嘅話就2萬零啦，係 ，OK， 咁佢面積段係點樣樣咧？面積咧係我哋有細啲嘅話有30多方、40方左右嘅，30-40方。係，等如果大嘅話咧係有300方左右。哦，係，即係唔同嘅業態、唔同嘅一啲商業都可以用，係都可以用。超市啊，或者開間啲茶飲店啊，又得。係啊，即係飲食購物啊，包括電子方面，佢都會有喺度㗎。係啦，咁我想問下，大概幾時交樓咧？如果係藥房嘅話，咁至於因為我哋呢邊電梯藥房嘅話咧，啱先講到咧就呢邊咧嚇，即係今年12月份12月咧就已經係入伙啦。咁呢邊嘅話咧係我哋明年嘅6月份。明年6月份係咁6月份之後咁就可以過嚟收樓，係買啲簡單嘅家私家具就可以入住啦，係可以入伙啦。OK， 咁我想問下咧，就香港而家暫時就可能未咁方便過到嚟啦。咁如果佢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又想買嗰個可以視頻睇樓啊，有冇其他嘅方式可以幫到一啲香港嘅朋友咧？可以嘅，我哋嘅話咧都係有推出視頻睇房嘅，如果客户咧中意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可以話交定金20,000嘅。咁如果到咗通關之後咧。如果客户過嚟睇到啱嘅話咧，就可以話直接俾首期款，亦都可以貸款嘅。係，咁佢不如俾咗話，就可以做貸款，可以事情都可以。咁如果唔中意情況之下咧，我哋都可以有得退嘅。哦，係 ，OK。咁按揭嘅方面咧，有啲咩銀行可以選擇咧？我哋呢邊係有工行、建行四大行都可以選擇，係啊。暫時都係內地嘅銀行。系，咁啊，大致上清楚啦。咁咧，而家咧就好期待想去睇睇我哋嘅示范单位。好嘅，咁Vincent，我哋去呢边睇下嘛。好，唔该你。我哋而家嚟睇下呢个40平方一房一厅嘅单位。嗱，你冇睇佢面积小，但系咧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嘅。佢呢度除咗有厅同埋睡眠区之外咧，佢仲有一个落地嘅玻璃窗，仲有个露台添嘅。Thank you.
而家同大家嚟睇下呢个39平方嘅复式单位先。嗱，佢呢度咧系做咗动静分区嘅，咁客厅、饭厅、厨房同洗手间咧，佢全部做晒喺楼下嘅。需要留意嘅咧就系佢呢度嘅客厅啦。咁个客厅咧系做咗个镂空嘅设计啦，同埋隔篱咧系有个大嘅落地玻璃窗，咁所以咧佢个通风啊、采光啊、空间感咧系相当之足够。啲房喺晒楼上，我而家上去一齐睇睇。佳兆业大都会呢个盘咧，佢个位置系相当之唔错嘅。首先，佢位于呢一个沙溪嘅镇中心啦。咁同时间咧，佢系俾三个已经成熟咗个大型嘅商圈包围住嘅。除此之外咧，佢自己咧亦都住大咗一个大型嘅商业街区。咁所以咧，你住喺呢度，你无论行街 shopping 买嘢嘅配套相当之齐备之外咧，咁佢亦都可以聚集咗大量嘅人流喺呢一度。咁所以咧，你自己住或者投资放盘啊，佢个需求亦都系相当之畅旺嘅。咁讲翻呢个楼盘嘅单位先啦。咁啊，头先同大家睇咗呢个平层嘅同埋复式两种唔同嘅户型。咁我以平层嗰个嚟计啦，佢嘅单价咧大概系11,000一个方，总价咧讲紧400,000+到，你就可以上到车噶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复式单位嘅话咧，咁就真系要睇下呢一个复式嘅户型啦。39个方做到两层，空间利用率咧相当之高，而且咧可以讲话系相当之温馨。无论你自己住啊，爱嚟投资啊，都相当之啱数嘅。复式单位咧，佢嘅价钱咧系比平层咧系会略高啲嘅，大概系卖紧15,000个方。我以39平方呢个积嚟度去计咧，佢嘅总价咧大概都系600,000到，你就可以买得到噶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佢啲商铺咧亦都系出售紧嘅，面积段咧由30-40啦、70-80去到300+都有嘅。咁佢个内街咧大概嘅铺咧系卖紧20,000+，外街嘅铺咧就卖紧30,000到。